来了来了来了，你刚才我的是什么饭？不想说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苏州，我今天跟亚琼来参加苏迪曼杯的抽签仪式，然后我们早上的飞机刚飞到这，然后下午2:30开始仪式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吃个午饭，就在酒店边上，突然看到一家我特别想吃的东西，然后是我排名前三爱吃的饭，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。就是这一家苏州首家天成火山牛肉饭，这是一家日料店，但我最爱吃的吃的还没有上来，然后介绍一个特别嘉宾黄雅琼。你们不是老说我吃播上不带我吃， 对， 对，今天这个特殊嘉宾看看他的吃播，先来个开胃菜。来鹅肝寿司，一口闷。我先一口闷。哦，蟹棒寿司。虾。虾。嗯。蟹子的蟹肉棒。对。蟹哦，蟹子的蟹肉棒。嗯，就是等一下。你试一下。它这里面还有。看看味道怎么样。不是，我感觉我这把这菜扯出来，它是里面是有那个菜的，啊、对。味道如何？应该是你爱吃的味道。是吗？那我来一口。你尝一下。吞口，吞口。蟹子，不是蟹子，蟹柳沙拉。好吃是好吃，这沙拉酱有点多，太浓了。嗯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重磅炸弹来了！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饭之一，海胆饭，无敌海胆饭。先把这个芥末先拿掉。这个鸡蛋在这里面是个灵魂，要先破魂。我看看，你要不要吃这个？哦，哇，这个太带劲了！真的吗？他都吃。然后加一勺的酱油。他都吃。哇，开吃！哎，上次在那个香港那个海胆饭，你吃了吗？当然吃了。那个我超喜欢吃。看着也很好，但是我自己确实有点不太去菲律宾。先来一口。哇，这个。那我应该吃的，你上次。升天！哇，这海胆饭太爽了！这一口太满足了。我每次去日本，一定会打车到他那个驻地市场吃他那边的一个五色海胆饭，它是五种日本不同地区的产区的海胆，然后放在一起。我给你们找一下图片，那个海胆饭超级无敌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胆饭，在日本。但在国内能吃到这样的海胆饭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哇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停不下来。你看一下，我会选哪个？鳗鱼饭。不是、嗯、大家猜一下他会吃什么。哇，这个太爽了，加一片金枪鱼进来，这就变成了金枪鱼海胆饭。弄点海胆，弄个金枪鱼。不想说话。我从你的表情已经看出来，形容不了这个。嗯。停下加海胆。我太爱吃这些东西了。你刚才我的是什么饭？
鳗鱼吗？鳗鱼没猜对吗？没猜对。大家猜是什么？揭晓答案了。鹅肝饭。鹅肝饭。已经送齐了哟。好，谢谢。这一份饭吃进去，基本上也是可以。这一周训练要努力了。绝对爽。对。这一周训练要努力了。尝一口啊！尝一口，尝一口。我先尝一口。不用说，这味道绝对绝对可以。刚刚雅琼已经在之前就已经尝了一个鹅肝寿司了，然后没吃爽，然后直接来一份鹅肝饭。好，开动了。开动了。哇，这一个米饭盖上去，这跟你之前吃的其他地方吃的能味道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我之前在，我上一次吃的鹅肝饭应该是在香港。香港，嗯，那好早了，好早，香港，香港疫情前了，对，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个鹅肝饭了，去的。可以，那你决定，怪不得今天点一碗，想念这一口。看到了，我真的是忍不住想点。好，这一碗交给你了。交给我了，你想尝一口吗？没事，我前面一个就够了。我继续享用我的海胆饭，来一口跟这个鲷鱼一起。美食要慢慢享用。嗯，但停不下来怎么办？这会还没咽下去，就得再来一口。那你这很快就只剩一碗米饭了。嗯，先把海胆漂了，还剩饭了，海胆海胆已经没了。米饭也吃吧，你们五月一号就来了，对，然后因为我们打完。午饭结束，那雅思吃播还有第二期，猜猜我们晚上准备去吃什么？在苏州。是苏州的特色。下期见。下期见。